Hello， 大家好啊。喂喂喂呀、啊！安安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音量可以吗？我的声音跟游戏音量。有点大哈，稍微小一点点好了。好，这样应该 OK。我刚忘了调音量，原来。好啦，那个今天要玩的游戏叫做《创世破晓》，好不好？今天有很多游戏的系统，还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讲哈，所以好、啊，那个来干场了啊，别说了。这个游戏，哎、欸，好 ，Roger LDY， 谢谢八个月的谢 APK 下来中，哎、欸，是哟、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叫《创世破晓》，然后它的题材是西方的魔幻题材哈，然后它游戏类型是一个 MMORPG， 然后它是 ARPG 的类型这样子。那它其实有一个蛮。有蛮多的故事啦。他说，反正这个大意就是有很多戒指，天之神戒哈，散落在各个大陆啊。你唯有收集25枚，才能阻止世界被恶灵毁灭。就是少年们应天命而集结，他们勇敢负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啊。一路闯关杀敌，组队战斗，开启了一段热血寻戒之旅。好，然后《创世破晓》以精美的地图场景、恢宏的欧式建筑、中世纪经典的魔幻题材为基础，全面构筑起史诗般的西方魔幻世界。PK 爆装带给你惊喜，自由交易考验你的能力。智能挂机节省你的精力哦，帅哦！私人秘书保证你的收益啊，帅、哦！开放战斗战呵呵，开放战斗满足你的激情，来这里即刻开创属于你的纪元，太神啦！这讲的，哇塞，买了买了，是股票我就买了，太神啦！好，那就开始。战斗哎妈，脱机外挂结算，获得经验值1亿，好爽哦！好，知道了。好，清理背包。好，一键出售，全出售。好，移动战，屌波，这是超强工商智力账号。Over Zero， 谢谢。还有汉堡吉尔，谢谢。对不对？我别说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矮人碾压机耶。我先跟讲一下戒指系统，好不好？我们总共三大种族，好不好？好 ，Fashion 999，谢谢。人类、矮人跟精灵。啊，这个有点像魔戒的背景。OK， 共27枚戒指，每个戒指有不同的技能，集齐27个戒指即可解锁全部技能，好不好？很明显，我已经夺回了很多了嘛，好吧。谢谢 KFPS， 谢谢。那我们就来玩个一张试试看好了。
暗潮汹涌，好不好？这是信念之戒。哦，这是戒指的介绍，然后有附带技能，对嘛？所以拿到才可以。好啦，那就是怎样？直接在路边上打架了，对不对？吓死我！偷看一下，偷看一下自己的角色。14万呢、欸？太猛了，太猛了！你还有27根手指头啊？哎、欸，也可以戴脚趾啊，也可以戴在……哦，别说了啊！啊 ，Shiny 791，谢谢。直接去个支线看一下，随便随便打一下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要乱打任务好了。打一个这种应该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没关系，打架的等一下再展示好了。现在看那个战盟好了。啊，不对，戒指有一个升级的系统。哇，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来看一下。好，有夺回的才能升级，这有潜力价值，然后可以升级，有没有？升级的话，它就会变比较强。我就继续升级啊。好 ，SP 不足就是这样，没关系。反正引以夺回这个是可以升级的，好吧？好，再来。因为统城啊跟小葵也有玩这个游戏啊，他们有两个工会，所以我们可以哦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工会，我的工会是矮人碾压机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工会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是不是可以跟他们讲个话之类的？我有成员吗？看来是没有我看一下，研究一下基本功能哦。所以这个战盟比较像是就是经营的感觉这样子。OK， 好吧，那我来打任务好了。任务200级才可以接是吗？来顺顺畅 this， 进入副本。哇，这个大头熊发条熊197的，完全没问题耶 ，easy 到爆 ，GG easy， 看他这样子一直打怪，好舒压。我只要打到1500分就过关了。Pulaf1628， 谢谢。哇，你跟 BB 一样都喜欢小熊。这样就解好任务了。哇，外面的野怪感觉看起来更猛了、啊。
改名叫矮人输压机好了。呀，这个是战盟任务，我应该去打信念之戒才对啊。有办法吗？现在有办法。而且94%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好了，等他打完这个任务，我决定就来展示一下挂机的方法了，好吧？哇，这是非常提倡内挂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研究一下挂机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哈，我按应该这个吧，开启挂机。它挂机有个挂机设置，好像。有没有生命低于98自动吃药，魔法低于88自动吃药，90%就自动吃药，太开了吧！好歹也要低于87%吧？对不对？挂机范围当前屏 ，OK。好，自动拾取 ，OK。脱离外挂时间。脱机外挂时间最多可以储备20个小时，啊，当然要久一点啊。你看，啊，黑心卤蛋，谢谢。我看，啊，使用后增加5个小时的脱机外挂时间啊。60级开启脱机外挂，离线后角色自动前往推荐点挂机，经验和装备一样也不少，那还不买了，脱了25，哦，笑个啦，买个5个，购买，不再提醒，我就是要买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不使用，我没有使用吗？不是，啊，我刚不是已经买了吗？哦，使用，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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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熟啦，变5小时2分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们看，我现在还在挂喽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切换一个，我看一下。不过我在这边挂网，我不知道怎么找，就是试试看。我切换一个账，我切换一个账号来看看。不过这边人好多，哦，我怕我找不到。反正我叫6TAN，我等一下来找找看我自己。不过另外一个小号，看我自己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在挂，是不是？噔噔，我去观看他有没有，看他有没有真的在挂。嗯，我要怎么去找他呢？我怎么去找他？我想想看。关掉游戏3分钟之后开始挂。哦哦哦，好。想看，我想想看，哎，怎么去？我要研究一下地图。刚在那个冰封那个。黄金刷怪点吗？哇，等级太低过不去哦。啊，白啊，那我换地方挂。
我知道了，我在这里挂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是，这个地方是，这个地方是骷髅魔兵，好不好？应该大号来看小号挂才对。我要拖，我要拖机。哎，没钻石，好，没关系，大家不要紧张。不管了，赶快我切切看大号，看可不可以来看到我的小号。波波波波，刚是在哎。他不给我选，我自己找这个吗？不是这里啊。这个Wind Shen， 谢谢。哎呦，很难找哦。怎么听到有人死掉的声音？太妙了！哎，在那边，换个换个，我再看一下我到底在哪边。不过可以这样切还蛮黑暗密道，原来是黑暗密道啊！黑暗密道吗？哦，暗黑密道。我的包包空间不足了，大家不要紧张。也不是啊，我有没有那个？有有有，放入。哎，不是啊，不是。不要放入，不要放，取出，取出！我要使用啊！哦 ，Come on， 拜托！哦，终于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！这样一定可以。大家不要紧张。我要去找我的小号了，我一定不会迷路的。有没有？我知道暗黑密道是否？然后骷髅魔兵啊，不是不是前往挂机，哎哎哎哎，错错错，好像也只能前往挂机，是不是？我一定会看到我自己的。人呢？
分流搞错，这是一把涂满剧毒的刀子，谢谢九个月了。可我一个一个找，一线。再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跳出去看，跳出去看。哎，真的是齁。我一定要两个人相见啊，哎呦，真是的，气死我了。好想看到对方啊。干什么啦？妈的，真的迷失自我哎。欸，干什么？真的，稍等我一下。干什么啊？等我一下，我的配得怪怪的。帮希克斯沃点播，陶吉吉找自己。找自己是不是？喂。到了，心理背包，心理背包。哎、欸，没有一件出错，东西也太好了吧！我不管了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我在一线，我在一线的骷髅魔兵嘛。开始，开始。好，开挂了嘛，对不对？国中生开挂了，我换一个。他说，我这样子离开登出之后，过了三分钟，我的那个角色才会开始挂，所以我刚刚找不到人也是正常的，好吧？骷髅魔兵，我就在这里等，我一定要给你们看，我一定可以成功，我一定爱成功。嗯，刚刚一线有这么多人吗？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颗的 VIP 在这里啊？不好意思，那个蒙民是神小，
干，那个不是，这不是我取的哦，是厂商取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，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骷髅魔兵没错啊，我刚是打骷髅魔兵吧？对啊。对啊，就不是这个，我是挂骷髅魔兵啊。对号入座欸。迷惑洛克人。应该就是这个角落啊，再等他一下好了。看大家好像正在很忙的感觉。三分钟没啊，我不管啊，我今天一定要见到我自己啊，在下面应该也不是了嘛，诶，还是诶，对啊，是骷髅魔兵啊。哎，我痴痴的等。怎么找不到啊？怎么还没出现呢？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自动挂机一定会在一线吗？可是我刚刚看是在一线啊，那不如我们去别线找看看，要不要？这是二线，嗯，这好像是两个人叠在一起哦。 JK88497 谢谢。哎，好想看到自己哦。嗯，换三线 small mm，
哇，超大的 VIP Jason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让你们看到他真的可以挂机，好不好？没有在胡乱的啦。找到了，感动！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我在视线，然后，哦，八七，我找到了，找自己，莎莎瑞啊，谢谢，两个月了，有没有？找到了我自己之后，我终于可以再念接下来的东西了，大家等我一下。好，没有什么接下来的东西，就是什么？真挂机好不好？全释放体验，不是假的，他真的挂在这边，没跟你胡乱，好不好？欸，人呢？哦，这里这里这里，有没有找到了吧？看到没？真的在挂，不是假挂啊！谁刚刚聊天室还在那边说，是不是？其实没有真的挂，他只是给你钱，真的挂好不好？真的挂好不好？看到没有？活跃的，好不好？非常活跃，是不是？Good， 对不对 ？Good， 啊，干这世界，好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啊，赞不赞？真的挂了，好不好？真挂机，全释放体验，好不好？没在跟你唬了，最喜欢挂的，对不对？开外挂的，对不对？玩这游戏就醉了，可不可以？没有，今天不是差不多到这边，我还有东西要讲，别说了。好啦，看，那就让那个小号继续在这边挂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去什么啊？我们这次197的很秋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去打一下那个世界 boss， 看一下，马上来研究一下世界 boss 在哪里，请大家稍安勿躁。就是这里了，世界 boss。我看一下哦，选哪一只啊？八寒霜巨龙，立即前往。马上去，好不好？沙基沙库啦，谢谢。哎，直接打了！哎，我靠，原来是跟别人一起打、啊，那怎么好意思？喂，啊，可能打太高了。鸟屎安安，打太高了，打太高，看一下啊，哎呀。选个八格领主应该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真的不要人，就是不要，有的时候可以稍微挑战一下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的不行的话，也要适时的，也要适时的，就是，哎，什么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对不对？来打这个可能就好很多，对不对？欸，我还在扣血，怎么办？会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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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喝血喝水，有没有人可以跟我喝水？哦，按开启挂机，啊、哦，它就会自动喝水了。喝不完了，喝不完了。谢谢董磊，谢谢。原地复活好了，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大家继续打，继续打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还有40几条，我应该要跟其他人组队啦，啊！
可不可以组队啊？先退出队伍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嗨！不然打140级的嘛，140级也可以了吧？我要组队啊！我想跟人家组队啊！便捷组队。试炼 BOSS。这可以了吧？想跟其他人组队，不知道怎么组。撞见队伍，邀请队员。退点，退点，退点，退点。222D 呀、啊！喝水，喝水。经验药水喝了。使用，使用。不要拆分了。有了，有人来组了，有人来组了，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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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都说了，打了啦，打了啦。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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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了。打他快，剩七条。哎、hey, ，easy easy easy easy， 继续 easy， 给我捡啊！不属于我，那什么属于我？什么才属于我？我有没有打到东西啊？有了有了，哇，这个混小蛮他很强，他是哇，有有有有有，我们大家再一起去挑战强一点的，有你们罩，我觉得很 OK， 好不好？我没捡到什么东西，我想要再挑战一次，我们来打深海督军，好不好？督了督了，这我一定督，大家一起走，大家一起走 ，Follow me，Follow me， 不要远离我，我需要你们。快来快来，哎哎，我捡东西，这些道具不是属于我的。被玩家打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？刚刚在我旁边那个镜花水月，哎，他嘞？他是这个伺服器最强的萌的人呢。打王的地方有强制 PK， 那怎么办？只是想打王而已耶。有点困难呐、啊，一直被打死哎、欸！看看 ，BOSS 加一层，
还是这个 ？BOSS 加二层，世界 BOSS 打不赢啊，不是打不赢啊，会被其他人打死欸，我容易被打死，真的假的？那这种地方咧，黄金刷怪点，这是高经验。这些也太强了吧！这个打的妈240级，我这样会跟我的队伍一起去吗？哦，对不起，需要至尊 VIP， 大家不要紧张。刚可能都是被其他玩家打死，不是被王打死。哈！这种 BOSS 都会有人包网，真的假的？不行啊，我一定要打啊！怎么显得出我的强呢？那我们打巨龙吧。再试试看。先在那边等一下，中立区域自由 PK， 看这么恐怖，大家到了吗？开打开打，这样子也会被，哎，我真的被玩家杀死哎、欸。啊，那个人都不打，直接砍死我哎！好吧，反正重点好不好？安全欺负我啊，直接服我了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好啦，我只是想跟大家讲啦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有个重点想跟大家讲，他一直不给我帅气跟大家讲，就是打赢这些世界 BOSS 就可以打到这些很好的装备，好不好？这些装备。都有 S 级的，可以吗？这游戏的装备不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花钱还是什么干嘛的，才打到，你打世界 BOSS 就可以了，哎，好不好？可是我已经被杀，气死我了，生气！我本来说打到，然后捡起来，然后把它穿起来，是不是？给你们刷一波，刷在你们前面刷一波。现在我只能打旁边的小怪了，因为我打不了 BOSS。会不会打小怪也被别人杀？突然想到，其实老一点的线上游戏玩家，就比如说是在天堂那个时期都在玩的，好像还是会比较喜欢可以砍人的线上游戏。我以前很讨厌可以砍人的线上游戏，但是比较老一点的，好像都蛮喜欢。哎，等一下。嗨！为什么不喝水啊？奇怪。啊，不会自动喝水，这游戏也太难了吧！UZ 也很喜欢，对啊，他应该就那种老的，比较老一点的玩家吧。也不是啊，我怎么自动喝水啊？他都不喝水欸。
还是这边200级，我挂得太痛苦。我说老玩家不是老人 ，OK？ 哎呦，感觉比较顺了，是不是有人在帮我？游戏动作是蛮流畅的，好像可以挂哦，对，好像还算 OK。哎，不太 OK 了，不太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啊！好，哦，我决定去别的地方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去舒服一点的地方 ，OK？ 我们等级可能不是那么高嘛，是不是？菱角兽怎么样？还行吧。还行还行，去六线好了，人应该比较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打冰霜巨龟好了，要不要？菱角兽好了，菱角兽1910应该还行。哎，哎呀，菱角兽可以了吧？这比较 OK 了吧？可是他为什么都不喝水啊？难道是因为我没水吗？我有水吗？我有哎，我100多罐呢，给我喝哦。哦，水没办法连续喝，是不是？哦，难怪他说要这么低才喝，那我不应该改他的设定。这样，地狱治愈60%吃药，这样子，好吧？我看这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不是这个混小蛮，是观众吗？太夸张了吧！你的角色是圣斗士哦，还有翅膀哎，月光蝶哎，超大 VIP， Y220756，谢谢23个月啦，谢谢。我旁边怎么有人叫老二啊？哦，老三，哦，他叫老三。大家一起挂机打怪哈，乐无穷啊！哎，乐无穷。我这样到底升的快不快啊？我下面的经验到底有没有用过啊？如果我还在，好不好？上班还是干嘛的？我就这样子放，是不是多舒服？然后这样看着，对不对？哎，经过一下就清个背包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
我如果这样子一直挂着，他也是在，他也是在打怪，他也是在挂机嘛。啊，那个脱机是，我把游戏关起来，他也在挂这样。哦，那你如果没有花钻石，没有花钻石去买那个什么脱机五小时的，那你这样挂也没差嘛，手机插个电就好了，怕没电而已，应该还行吧。哎、欸，刚刚有个东西飞到我的包包里，我有看到。欸、他里有人离开队伍了。啊，对不起，碰到一下萤幕。我用 Note 7可以挂吗？不行不行 ，Note 7都停产了、欸。看来还是有点瑕疵，使用的朋友小心一点。还好吧，我现在是用平板玩啊。刚刚有人问说这游戏就是正方形的吗？没有没有，那是因为我用 iPad 玩啊，所以我 iPad 的画面都是这样正方形的、啊。听说苹果又爆炸，真假？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好像在中国吧。点变强可以加点和生魔虫，是哦。哎，对哈、哦，我都忘了讲加点。好吧，确认，不对，推荐，全部加力量确认。哎呀，战斗力马上加1000呐、啊！哎呀，魔仆吞噬，这是我的魔仆啊，它叫魔团呢。吞噬哦，你要吞什么？给你吞，给你吞，全吞了，全吞了。开始吞噬，哇，屌吞，厉害厉害，装备强化，加56是什么概念啊？太多了吧？自动强化，哎呦，好，已经没金币了，谢谢大家。魔界的潜力来加一下，矮人篇、精灵篇，哎呀，这个就太复杂了，先不加了。欸，很难练欸，看来等级真的很高欸。还是换个地方。你讲，那我们现在打打看韩式傀儡好了。走，小蛮再见。哇，他们都200多等，太强了吧！韩式傀儡180。太分！我要挂最强的血妖。每日任务里面有恶魔深渊可以打，大量经验组团比较好，是吗？日常吗？恶魔深渊。
怎么那么聪明？六分钟内暴打源源不断的小怪兽，你要做的就是想尽办法提升组队吃药，组队吃药，怒刷经验。我怎么进去？我要怎么进去？哎！恶魔呢在哪？我打完了，我用掉了。笑话，爆炸性突破 MOT17 爆炸性突破，谢谢30公分啊！我打完了，这个是靠，是总次数也没了，怎么什么都没了？只剩四千 boss 可以打，四千 boss 又打不赢，被人家杀。哦，四连 boss 应该可以打赢啦，我觉得，因为没有别人打我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。就这样吧。如果可以打那个四连 boss， 应该就可以自己刷了吧。我隔壁的盟叫食物外野手，哎，这不是我很喜欢用的名字吗？这不是我取的吗？该不会也是观众吧？算你厉害，食物外野手，美食不漏街 ，OK。当然，你不知道，你们这些实况组到底对现在游戏 ID 产生多大影响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美食外野手，美食不漏街。上次还在风谷看到一个人叫咖喱拿咖啡，看真的还假的啦？太没创意了吧！还在风谷里面看到四零小城，真的还假的？看，真的还假的啊！好好笑哦！
食物外野手是小弟亲身的工会。在白猫遇到炮撞待诊，打还好遇到一个叫东底都当。真的假的？我问 LNG 的屌回一个没有错、啊。早上打欧大比还遇到泥袜屎，真的假的？有人 ID 叫老王拉屎在裤子上，哎、欸，这个不一定吧？这不一定是我们的老王吧？我这个螺旋射钉怪也是你们一天个事吗？三国臭妈妈又不是我们，又不是我们想的。袜子是我朋友干，我还遇到杰杰阿布朗，杰杰阿布朗可能他真的本身就是那个啊，本身就真的是喜欢的导演啊。我还遇到哦鸭子屌那个，哦对，对。NBA 会长叫地精王小六，干，你直接拿小六名字来用，那可以吗？很白痴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有啦，有差，你们看看最下面绿色那一根经验条啦，已经到中间了。我今天开始玩的时候大概三分之一，好不好？啊，有挂有强啊，再接不难。好，我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好吧，我再检查一下，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没讲到的。我看是没有了，那我就要挂机了，我要结束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再讲一次，今天这个游戏叫做啊，创世破晓，好吧？它是双平台 ，iOS 跟 Android 都有的玩，好不好？那个抱歉，主要是 MMORPG 啦，就是像这你们看到这个模式，它是 ARPG， 它是可以自己走路然后打怪的，然后。它是西方魔幻的题材，就奇幻的，你知道？好吧 ？OK， 那喜欢的啊，对，它可以挂机的，真，再讲一次好不好？真挂机全释放体验，好不好？它的 slogan 记起来了 ，OK。那有兴趣的可以去抓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今天这个就差不多开到这边 ，OK， 好不好？我们有机会再见了，啵啵。